快点快点快点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哎呀，好了。哎呀，快点快点，来来来来，快点快点。哎呀，快点行不行？马上就好了。哎呦，我痛死了。好了，这下就看你的了啊。我知道了，赶紧躲起来。哎呀，还没人来啊。哎呀，救命啊，有没有人啊？哎呀，赶紧救命啊。怎么了美女，没事吧？帅哥，能不能帮我解开一下啊？谁把你绑在这里啊？哎呀，你先帮我脱开，我再跟你慢慢说。好痛啊。没事吧？起来起来嘛。哈哈，美女怎么了？我那个男朋友啊，新交了一个月，他就看我不顺眼了，他说我长得不漂亮，就把我甩了，还带个小三回来。真的是啊，你长得那么漂亮的，还把你甩了？是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，真的是。这种渣男啊！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心情特别郁闷啊，我现在连死的心都有了。哎呀，美女啊，我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那种渣男啊，也不觉得那么伤心啊，你要想开一点。还想什么看？你不要救我了，去死了算了。哎呀，美女啊，不要冲动啊。哎呀。心情不好了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就差不多想不开了。不要那样想啊，要不这样吧，先去那边阴凉一点，那里坐下来，我帮你开导开导啊。我不想去那个地方，我想去那边，得不得？那边呢、啊？那边清静一点，我再慢慢跟你说。那边没人、好啊，也可以啊。你开导一下我。好好好好。哎呀，太倒霉了，我今天。哎呦，我的腰带还在这里不？这个车也不错哦，拿去卖了肯定值个18000的。不管了，先把车开走。小美女啊，你看这里阴凉了吧？对啊，这里可以。哎，就在这里了啊！来，坐吧啊！谢谢你啊，大哥。没事啊。真的是到底怎么回事啊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身材又那么好了，哎，真的是那个渣男啊，心情特别不高兴啊。我那么信任他，他居然带个小三回来，搞得我现在钱又没有了，男朋友把我甩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。哎呀美女啊，既然他把你甩了，你要想开一点，我跟你说啊，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啊，渐渐分手了，把你甩了也好，不然结婚了的时候啊，到时候有了孩子的话，再把你甩了，那时候哭的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想的那么周到啊？你说的也是真的哦。这个终身大事要是刚开始知道的话就离开，他也是对的哦。就是了嘛。要是生了几个孩子啊，到时候啊，那个孩子拖死我了，我就想找都找不了了。对了，这样想一些对了嘛，是不是？那问题现在我好不容易找个男朋友啊，要是分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？哎呀，像你这种，你给我介绍一个，要不然可以吧？哎呀，美女啊。你看我怎么样啊？你啊？啊，你这个人可以哦。人家都说了，十个光头九个富。我随你啊，这个比灯泡还亮的头，肯定很富呀吧？也不是很富啊，在我们村我就是首富来的啊。你是首富啊？我们村的话，我其他人其他村我不敢说哦。哎，那你们村有几号人呢？你变成首富了？哎呀，我们村也就几十号人。几十号变首富也不错哦，那你是干什么工作赚那么多钱？哎，我就收那个包工头来了。包工头？对呀，踢那个泥水砖啊，我就带头的啊。哎呀，不过你有钱是你的，你的钱又不会飞进我口袋，是不是？再说我们也没那个缘分。哎呀，怎么没缘分？只要你不嫌弃我，哎，要不你收我女朋友怎么样？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肯定是真的，你看我现在的年龄都差不多40岁了，我都求之不得啊，我都不敢怎么吭声。既然你都愿意叫我当你女朋友，我很乐意。真的？不过我的话，我找男朋友，我要人家对我好的，要把那个钱给我管的，要舍得给我花钱的那种，我就考虑。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想法。做过你，做过没办没。没问题啊，男人挣钱就是给女人花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么通情达理，你说不说到我心坎里面去了？哎呀，没事啊，哎呀，你做我女朋友了，哎呀，做一点钱了，给你保管了，就当去买一个见面礼吧啊！你怎么全身带那么多钱啊？哎呀，
交过钱了，刚刚收那个货款回来的啊，还没来得及去存呢。既然我们要相识了，你要愿意做我女朋友了，这些钱就给你保管了啊。我第一次见你面，你居然给这么多钱我保管，你不怕我骗了你吗？哎呦，我一听你说话还行，那么通情达理，说话又那么温柔，是不是？一看你不像那个骗子啊，是不是？既然你那么相信你，我也给你一个定心丸。既然这个钱我拿到了，这个就相当于彩礼。以后啊，我要是跟你结婚了，你就不用给彩礼了，好吧？哎呀，做个彩礼我还有啊，我都说还有几百万的存款呢。哎呦，这么，钱你给我了，我明天就给你办账。给你定心丸，我也不可能白拿你的钱，怎么样？这些太好了啊！真的？对呀、啊。要不这样子吧，我终于可以脱单了。天气那么热，我不想待在这里了。我身体本来有点不好，我直接带你去见我父母。如果合适了，明天去搬证。哎呀，好啊！今天在我家吃一顿饭去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那再走吧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肚子怎么一阵一阵的痛？是不是那个大姨妈来了？钟小姐，那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啊！不用不用，要不这样子，我去那边方便我看一下，这边拿个尿我看一下是不是先，好吧？好，钟小姐，好，那好吧，啊，那你去吧。你千万不能走开，在这等我哦。好好好。哎呦，等我走了，等一下我找不到你，我先过去了啊、哦。我会走开的啊。哦，我先走了。小心一点啊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就个美女啊，那么有女人味啊，终于可以脱单了，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就喜欢这种类型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，这个美女。哎呀，去那边方便一下。哎呀，那么久了，都两个小时过去了，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不行，我要去看一下。哎呀，美女啊，美女。哎呀，这个美女去哪里了？我都跑了一圈了，都没见到人。哦，对了，她是不是去车那里等我了？不行，我要去车那里看一下她。哎呀，美女。哎呀，美女呢？人呢？哎呀，我的车呢？怎么车也不见了？哎呀，大意了，他肯定是有懂我啊，搞个调虎离山计啊！哎呀，怎么这么狡猾的女人都有了？都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了、啊，女人的水都是骗人的鬼啊！好、哦，关世奇啊，贪图美色啊，今天可以到时候硕士头上一把刀啊，今天终于挨了一刀了，哎呀！不行啊，我要报警，把你们绳之以法，不能让你们逍遥法外。嘿、哎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喂，110啊！哎呀，这个臭婆娘怎么这么久啊？会不会失手了、啊？喂，你怎么骂我臭婆娘啊？我是你老婆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呢？吓我一跳，好像那个，看到没有？我有这么多、啊、到手了哦。那个小光头啊！啊他是个包工头啊，他打身上的钱全部给我了。哎呦，还有一个红包啊！哎呀，这个红包我不知道放在里面了，管他那么多。你看，离那个住海滨别墅不远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叫你不要去广东，你骗不骗？现在一单赚多少钱呢？真是的，要是再干了几单呢、啊，我们买车买房都不成问题了吗？你看，以我的身材啊，勾引他分分钟是。以后啊，我们都不用打工了。专门干这一行，发家致富啊！老公，要不要我们搞几百块去吹一下空调再说，好不好？吹空调啊！哎呀，我们今天高兴嘛，那 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走吧。来来来，这里还有一台车。嗯，车啊！哇，把它卖了也值几千块啊！这种车也不差了哦，好不好？那赶紧上车走啊！赶紧！咦？怎么听到救护车声啊？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不对、啊，还有人死了啦，或者怎么样啊？警车啊，是那个警车声啊。警车声啊？对呀、啊。谁报警啊？哎，完了，拿那么多钱。肯定。我不要了，我走了。跑吧、啊。